好不好 ？S40的话没有在这个店。如果说你需要，我把资料先发给你，或者是你直接点头像私信，我把地址发你。有空你到我们现场来看车都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都是可以的。来帮小姚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你们喜欢什么车的话，都可以直接私信到我啊，直接私信到我。我们在成都的武侯区啊，我们在承德的武侯区，又来给小姚点小星星了，谢谢大家点的小星星。来，我们现在带哥哥们看一下奔驰的 S350 啊，如果需要。像 S450或是迈巴赫，我们这儿都有。但是呢，今天可以看迈巴赫，还可以看 S350。S450的话，点击头像私信到小姚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朋友，这一款你喜欢吗？它的外观啊，首先您看一下，它的底色的话是一个月光蓝的一个外观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品味的一个颜色啊。一般像 S450 啊 S350的话，都是以黑色为主的，我觉得蓝色还是非常的漂亮。这款车的话，落地价格在110万，2020年的款。2021的3月份上牌，只跑了一个1.9万公里啊！现在展厅报价给到你的价格是在918000啊，给到你918000，谢谢大家关注啊！成都离我有点小距离啊，哥哥没有问题。如果说你到我们成都来买车，买车成功可以给你报销车费，包吃包住包安家落户包提档过户都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点击头像私信到我，然后呢，需要什么车型的话，我先给你发，看好了您再来，好不好？看好了再来。或者是板车给你包邮送到家都是可以的。那哥哥，板车包邮送到家有什么保证呢？首先送1年2万公里的一个质保，还有就是一个90天的回购保证。90天内检测出车辆有什么水泡、火烧、重大事故车，然后呢，你直接退回来，不会让你花一分钱的费用，好不好？感谢关注啊，在福建哥哥，福建不远啊。咱们修车，你看我们这儿车的牌子啊，有什么川 A 的，还有什么崇 B 的，什么海南的牌呀，什么上海的牌，就到处都有啊。咱们不仅仅是在成都这边修车，全国各地的话都是可以修车的。那我们的二手车它就没有地域的限制了，是走全国的，这个你不用担心啊，质量你不用担心。如果说你比较远的话，你可以先在本地先对比一下，先看一下本地的车型，如果觉得咱们这边合适，你再到我们现场来买也。